欢欢喜喜迎接全新的一天，开开心心拥有人间好心情。佛光山纽约道场，纽约佛光协会邀请您共度美好时光。各位人间好心情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吉祥，很开心又到了我们人间好心情的时候了。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星云大师在《人间万事》第三册里面有一篇谈到面对。大师是这么说的，人生在世，需要面对的事情很多，包括每天早上醒来，从走出房门的那一刻开始，就要面对这一天的生活，要面对很多的人与事，尤其在一生的岁月里，需要面对的人情冷暖、艰难困苦，在在都由不得您萎缩。人生面对各种问题时，应该有什么样的态度呢？第一，面对忧患，要能改进。走路时，路上有一块石头，我们要把它搬开，前面即将碰壁了，要懂得转弯。人生有许多的忧患险阻，遇到种种横逆阻碍，要想办法改进。是人事上的困难，应该讲究人和；是经济上的困难，需要储蓄资源；是自然的灾害，必须休养生息。总之，遇到困难都需要改进因缘，尤其要调整自己的步伐与心态。第二，面对烦恼要懂得放下。人生每天所面对的，当然有许多值得欢欣鼓舞的事，但不容否认的，人生的烦恼也是如影随形，不断跟随在旁，真是所谓天长地久有时尽，烦恼绵绵无尽期。人生的烦恼有时来自对欲望的不能满足，对厌恶之人的怀恨，有时则因为工作的繁重、身体的疾病等。面对重重叠叠的烦恼，我们能不放下吗？人生唯有放下烦恼，才能解脱自在。第三，面对事业要肯承担。人都希望能创一番事业，但对于所开创的事业要能承担。务农的人在炎炎夏日能不到田里插秧播种吗？工厂里的工人能不每天到工厂里听着隆隆的机器声吗？你开一家小饭店，也要有烹饪的专长。你摆个小地摊，能不蹲身卖货吗？事业不但是责任，而且是个担子，人生就看你能负担多少重量。你负担的重，当然可以多挑担一些，你负担的轻，当然就减少一些。总之，事业要想有所成就，就必须能承担。第四，面对打击要有勇气。世界上万物的生存都脱离不了物竞天择的定律。当一个人在做事创业的阶段，外来的打击
是难免的。面对打击，是退缩呢，还是加以回击呢？极端都不好。面对打击，要能忍耐。不过，忍耐最重要的力量，就是要有勇气。勇气也不是匹夫之勇，而是要能承受得了打击，要能不计较别人的打击，要能减轻外来的打击，而且内心要有认识，有智慧，有勇气来承担打击，而不至于招架不住，这才是勇者。第五，面对名利要知取舍。人的一生，不管面对金钱、名位、情爱等，最重要的就是要有取舍的能力。不当吃的东西，一口都不能吃。可能碗里有比毒药更厉害的东西。不当拥有的东西，不可贪取。匹夫无罪，怀璧有罪。不当爱恋的对象，不要轻易招惹，否则后患无穷。名利不全然是好东西，所以要知道取舍，才不会得不偿失。第六，面对毁誉要能平静。人生所谓欲之所至，梦以随之。世界上再伟大的人，难免不受批评、毁谤。当你誉满社会团体的时候，你会洋洋得意吗？当毁谤纷至沓来的时候，你会愤慨生气吗？面对毁誉，不但要能喜怒不形于色，尤其要能心平静气。弘一大师到一个寺院挂单，因为他是大学教授出家，不懂寺院规矩，课堂不允许他挂单。当他离开后，外出弘法的住持回山，得知是弘一大师来挂单，赶快上宾留客，敲钟擂鼓接待。你迎接他，他没有欢喜；你拒绝他，他没有生气。平静的人生，多么自在。以上是星云大师在2008年8月10日刊登于《人间福报》这一篇，大师谈到的面对，真的是说尽了我们这一生里面很多人几乎所有的事情都是我们必须去面对的，不只是忧患、烦恼、事业，还有我们面对的打击、名利、毁誉等等。所以有这么一句话说，我们要能够八风吹不动啊。这机会赞誉力衰苦乐，在我们人生当中真的是最好的调味料，增加了我们人生的精彩呢。如果我们都能够从大师的这一篇里面，我们很认真的用对的态度去面对它，其实我们真的可以做到平静，可以做到解脱自在呢。当然，我们最重要的一件事情，相信就是大师今天在这一篇文章里面跟大家要分享的面对的态度。不可以退缩，不可以被击倒，我们只要勇于承担，能忍耐，其实我们一定可以把我们能承担的力量越增越多。我相信从刚刚这上面六点里面，大师所谈到的，面对的忧患要能改进，面对的烦恼要能放下，事业肯承担，
面对打击有勇气，名利取舍，毁誉能平静。这六点的态度，改进、放下、承担、勇气、取舍、平静，就是这一篇面对的真正的精髓。希望各位听众朋友们在听完这一篇之后呢，真的想想，有了这些正确的态度，不论人生遇到什么，我们应该都很能够面对向前。就如同今年虎年一样，我们都可以有这样的勇气，坚韧无畏去面对它。谢谢您的收听，祝福大家在虎年都能处世无畏，和平共存，福慧双修。阿弥陀佛。本节目由佛光山纽约道场、纽约佛光协会共同制作，感谢如是我闻谛听文化音乐提供。心跌掉